谢谢大家。因为封箱大家也能理解，嗯啊，演员都希望把一年最优秀最好的这个节目展现给您，还有状态。哎，确实是。哎，现在岳哥呢正在抢救，哎，啊，等会儿怎么还抢救，啊？等的时间太长了，确实还有好几个，啊。孙老师正给岳哥做人工呼吸呢，啊，那谁救孙老师呢？孙老师这个肺活量好像救不了那么多啊，确实不容易啊。演员也在等待，是是是啊。大家伙呢，就茶吃后来咽，啊，好节目都在后边。没错，我们今年这个叫封箱演出嘛，啊，是也算是对我们一年的一个总结，小总结。哎，对了，嗯，刚才后台我们老师也开会了，哎，什么开会来着？我们老师开会来着。啊，郭老师开会吗？对对对对。哦，我那会儿陪侯老师打游戏。哎，说惦记德云社演员啊，从今年开始呢，嗯嗯，就评一下级，好事有动力。哎，分个一二三级。哦，好事。哎，对对对，然后呢，嗯，根据这个几级来说呢，嗯，调整一下这个明天的明年这个演员的这个薪资待遇问题。好事，好事，这对演员是个动力。是是是，对，好事，那评了吗？评了呀。这么快都评出来了？哎，对对对对，看来准备好久了，这确实是，啊，确实。哎，那我问谁是一级演员？郭德纲、于谦老不是于谦老师，啊，于谦又出来了，于谦，于谦再度出来啊。郭老师和于老师，哎，对了，两位老师，因为什么呢？嗯，人家第一相声说得好，是还有自己的代表作，于老师拍戏呀，也是拿过影帝。没有买卖都是人家的，人一级就一级。哎，对，咱们不正经。行，哎，主要问问，哎，优秀的二级演员是？二级演员有岳云鹏。啊，岳哥是二级啊？对呀，人有代表作呀。有什么代表作啊？五环。哦哦，我脍炙人口，对不对？对，西楼儿女啊，他的歌，对不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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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歌曲多少啊，对不对？是是是，影视剧啊，燕子，燕子，你还别说，这记忆点还挺深。您一说一说一乐，您能乐出来，说明您记得住啊，这算一个记忆点，对不对？前段时间还拍了张艺谋大导演《满江红》，啊，出演了优秀。哦，啊，对，这今年的事儿，对。各界春晚，春晚啊。哦，那这么说，岳哥有代表作，他算是影视歌春四期发展。那春是什么呀？春晚啊，那不算相声吗？他相声都不算本门艺术了。啊，影视歌像四期发展，对啊，也是人优秀，优秀。还有谁？郭麒麟，他也是二级吗？二级。怎么评出来的？因为他有代表作啊，代表作是他的父亲。哎。我也是想多了，那确实是，确实这么好的包袱可以鼓掌啊，可以鼓掌。走一走，咱们到这个点呢，就可以走一点人情世故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因为我相信台下也不全是花钱来听相声的啊，确实也有不少朋友，嗯，像那个第三排坐那郝云老师就可以不看手机了，到我们这儿是吧？谢谢您，谢谢您，谢谢您啊！听累了也听可以。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？这点儿再没点废话，我都快睡了，知道吗？行，好，他算二级，二级人有代表作，他的父亲《庆余年》《赘婿》哦《平凡之》。拍了多二手解锁，信着数确实，哎呦，数不过来呀，啊！好啊，啊，行好，那，嗯，就是，捧少东家捧得很好啊，哎，好啊，行，那二级还有谁？没了，没了。哎，对了，不是这么多，咱内部评比，师傅定的，哦，就是有代表作的。哎，对了，严格要求。那没有，你像什么咱这那个就是知名度很高，什么孟鹤堂，啊，那都是三级。您各位内部评比啊，就是三级。啊，那就是大部分人全都是三级演员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对，啊，没有别的意思啊，评到这儿了吗？那，啊，那就无所谓了。其实能理解，没有代表作，知名度并不是全国人尽皆知的话。对对对，那行，咱们都三级，这不很正常吗？这不是？是我们都三级。是什么？别逗，别逗。不，没人跟您逗，我们都三级。谁们？就是我们。我刚才也站在这个队伍里。没有，你不跟侯叔打游戏去了吗？啊，就因为我没玩游戏，我就连三级都没评上。我曹浩洋混这么多年，我还混不上一个三级演员。您确实没混上，不是四级。行，那就是你啊，孟鹤堂这些人全都三级。对，行，那谁四级？你。还有？没了。德云社就您一个四级演员，曹老四吗？老四，老四，师傅说得了，老四就四级吧。不是，那你得亏呀，啊，没叫老六。他六哥是几级？六哥三级，因为念的赵云霞几级？赵云霞三级吧，就三级了。不是，那三哥三级。
三哥天生就三级。哎，对，不是，那龙字科新招的、哎、也在三级。不是我招谁了？凭什么呀？我连乐队里边最简单那打锣那个啊，也在三级。我是得罪谁了吗？我你呀、啊，你不应该埋怨，你应该想想自己的问题，你是不是因为没有什么代表作？那没有代表作人多了，凭什么就我四级啊？那你所以说吗？所以说我也替你着急啊。当然我不是说干着急 啊，我是想办法解决问题。那你替我解决了吗？我替你解决了。那不还是四级吗？现在不是你别着急，明年咱还评比，咱明年弄出一代表作了不完了吗？你别逗了，谁都了解代表作这种东西可遇不可求，不可能说你想有你就有一个，不可能啊。我为了您啊我搞创作，那咱们成功不了了。你连初二都没念完，你搞创作，谁信？ 我写了一个文学剧本。文学剧本？对。什么时候写的？就刚才。这么快吗？啊、嗯、啊，行，那我听一听。准备拍一个啊，拍一个电影。哦，还是个电影剧本？对，大题材，大题材。哎呦嘿，哎，你说说我听。叫《封神之朝歌风云》。听着大气不大气？您稍等，这是您写的吗？哦，我写的呀。就刚才就是开完会一瞬间就创作灵感迸发，就写了一个、啊、当然前期有点积攒。我能肆意的猜测一下您这个剧情的走向、啊、可以没问题。您这个剧本是不是一上来就是千军万马攻城啊？对，没问题，久攻不下啊，然后最后好不容易打开门了，然后就放大火。对，然后骑着马往里冲呢，马还不敢跳。对，然后给马还戴眼罩。对啊，我这里边有一句经典的台词。哪句？马看见什么是人决定的。这是你写出来的经典台词。我觉得以后会成为经典的。嗯，啊，以后会成为经典、嗯、然后后边就是攻完了城之后，两个人在后山决斗，决斗之后俩人放血，放完血之后、啊、躺在地上，这血哗躺，然后就狐狸就活了，是不是？那怎么能是狐狸呢？那是什么呀？那是祥瑞。那是祥瑞。哦，这是您创作的？我创作的。我怎么今年年初的时候好像看过呢？哎，那当然是盗版。人家是盗版。那是盗，不是拍摄手法，他兴他拍就不兴我拍吗？啊，对，封神演义是传统的神话，对不对？那西游记就一版吗？啊，那倒不是。张纪中老师还拍过吗？不是，那不对。你关键你这么迅速，我怎么感觉你就是抄人家呢？哎，不，怎么叫抄啊？借鉴。借鉴这词儿用这儿了，借鉴懂吗？再者说了，人家是大电影，我们没那么大。那有多大？小电影。有多小？竖屏电影。您这个电影是按短视频那么拍的，是不是？可以这么聊吧。人家是横屏，你竖屏。哎，对，竖屏。哦，算是一个小点的电影。小电影啊啊、哦哦，那您这个打算什么时候拍摄呢？马上就要拍摄。哦，马上拍摄。看您时间。看我时间、啊、对，看您不需要一个代表作吗？看你的时间，你要应下来了，咱现在这不借着优酷的这个机器吗、啊、咱就拍一下。不是，你等会儿啊，你借人家机器拍算怎么？你建组你得有资金。人家的机器清楚。不是，你拍电影连设备都没有吗？这不有现成的吗？咱还花那钱呢。你连机器都借人家的拍？对。那你那大场面怎么办？千军万马攻城，这大场面你怎么？那花多钱？那哪有那钱去？那电影怎么拍啊？就是把人家那个片段拿剪映剪到我前面来，贴一下。那具体到近景的时候，哎，然后就是咱们哥俩了。你这个假的不能再假了，这哦，剪人家的片段放在咱这儿，哎，对溜，然后近景对话的时候换人，哎，对溜。那你简单的，你比方说人家攻城战古装戏，你得有个装备啊什么的，哎，真的不用花那钱啊，不用花那钱，抖音上面有特效，到时候叠加一个那个铠甲的特效，咱俩就晃悠悠悠就开。哦，咱俩这说着话，那特效在咱俩身上晃悠，是那意思吗？没问题，现在 AI 都能达得到，你踏实住了，真的。好，行，你只要认同想拍，咱们这事儿马上就成了。我你就能成为一个三级演员。我这么努力拍这个玩意儿，我还三级演员？对对对，我就不能跟岳云鹏跟郭麒麟拉平吗？你先从小荧幕再能走到大荧幕啊。
有道理。人家得让那个导演看出你的演技好了呀。有道理，行，好，那你负责拍是吧？对对对。那谁跟我演对手戏？于谦老师怎么样？别、啊，我跟你演对手戏。你？对对对，你不是导演吗？不，我自己导自己演。那你导瞎了怎么办呀？自己导自己演，啊？就这个点儿，咱们就不要再说这类的包袱了。下意识为什么还要大家伙动脑子呢？下意识的这一点就完完全全是演员自己的错误。你张嘴，你说点直给的包不行吗？观众现在不想动脑子，你就让我听完乐，哎，收尾就结束了。行，好，还别乐得太累。好好好，那么你倒下了怎么办？我没说自己倒自己演了，倒下怎么办？倒瞎了，为了你我就瞎了，行吧？不是，那就咱俩这没法。你于老师现成的，咱央给他就来。不，来了看他看我呀，对不对？咱就找人物少、对话少那种片段，不是这么多角儿呢。邀请你先师傅，这你先拍两集先看看，万一戏看你看谁？导演到时候认他们不认你，代表作变他们的了。傻，你不是导演吗？傻了吧唧你。行，这算直给了，傻了吧唧了。观众爱听这个。行，那你说我怎么办？对，就咱俩就挑那个对话少的啊，我就来那个纣王，殷郊，啊，不是殷寿，殷寿，对，殷寿啊，他儿子是殷郊，你不会让我演他儿子吧？你别来他儿子呀！啊，你咱不攻城去吗？啊，你惦记打头开始拍？对，哦，你演那个质子里的质子。对，挺帅的，好多人呢，对吧？特效把肌肉都给我 P 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行啊。你来那个、啊、就是那个城主的儿子，城主苏全孝，哦，苏护的儿子苏全，不对呀、啊，开场没一会儿就让人弄死了，然后下一集你复活了，你再演别的呀，就反复利用我能、哎、导演一下记得全是你，全是我。我问个问题、啊，你是按人物的演了多少个结账？那我千军万马也能演，可以，行行吧，行没问题啊，行，那行吧，那这死了能演别的是吧？这个演员表演天赋太多了，啊、就无所谓，太优秀了，可以，我没有问题，对对没问题啊，行吧，咱搭搭桌子呗、啊，这就开始，这当然这就开始，哦，真借人机器开始，来，好，开始，好，哎，还有东西，来，行啊、哦，需要两把凳子，凳子我给您拿去。对呀，头一场攻城的戏没有文戏呀，咱坐他干嘛呀？对吧？这是咱们骑那马，攻城骑他当马。对，骑他当马，这怎么骑？就在这假装，这能 P 上吗？什么意思？这不给后续扣率费劲吗？啊，你转过来呀，然后呢？转过来，跪上面把这大褂盖好了，这也不像马呀！你这么晃悠啊？后期特效这儿披一大马头，对呀、啊，你太省钱了。哎呀，你得省点是点。你知道今年这经济不行，我跟你说。哎，等会儿，哎，稍等，还能亮？这必然的嘛，还能换啥？不是，这什么呀？这是我不演那个殷郊吗？不是殷寿、啊，我演殷寿吗、啊？我得我你这不我得像个领导啊，对不对？给我玩会儿，你别动，你这这。干嘛呢？这经济有限，这还跟我儿子借的，你别给玩坏了。不是你等会儿攻城战，咱俩一块儿骑马，你拿一武器，我怎么办呀？你就喊呗，骑马，我有病。我没见过哪个出去打仗就喊这个的。那我喝风去了，我。你骂两句街也行啊。骂街的电影能播吗？哪个电影里不都有几句骂街吗？不是你关不对，你给我一个，那我上场怎么办？我这上阵杀敌，骑着马，我手上什么都没有。你淬他，淬他。我骑马，呸！我干嘛呢？我这儿，你看咱这包袱稍微就直给一点是吧？就不需要脑子他就乐出来。你这都是不要脸的包袱。行行行，你行行把他给是垃圾呀、啊！你天天。来，您先下马，先下马。哎、什么、啊来？我这刚上马。我上阵杀敌，我拿一萝卜刀，我捅谁去？我，你给马梳梳毛也好啊。不是，你等会儿马战啊，人家都是长兵器，骑兵。我这骑着马，我就这样捅人家去。你这人你要求有点高，咱这剧组你差不多就得，到时候给你劈大了不就完了吗？就让我拿这找找感觉。那你给我劈大光剑行不行？
劈一大萝卜刀怎么样？太大了，我怕我拿不动。算了，我给你找一个，我给你找一个。找一个，你还有？你跟你儿子借了几个玩具啊？上三亚了吗？他走了，把玩具都您这玩意儿是不是配套的呀？这个萝卜刀配一胡萝卜，你得有这有。那我用哪个呀？你这俩都拿着，拿着我骑不了马了。算了，我拿大的，我别拿小的了。行，就他吧。来来来，那这不也是捅人去吗？哎，行了行了，你确定你是砍人，我是喂马去了，对不对？你，我照人嘴里捅，不照人马嘴里捅，是这意思。你给他马香迷糊了，他就不咬你了。我就是这作用，想想啊，无所谓了。来来来来，太假了，哎呦，好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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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不好屁是吧？后期啊，行好，盖好盖好盖好，哎呦，跪一条腿得了，好来啊，驾！咦，下马下，报名，想当三级演员的曹鹤阳。不是不，咱不可能把实话说出来啊！怎么了？报名报戏里的名儿？哎呦，咱这戏都假成这样！不不不，你得让大伙儿记住！不，你得打字幕，打字幕啊！你也得说戏里边的名儿。戏里说苏护之子苏全孝，你早告诉我就是台词是吧？行，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哎呦，你这马骑得挺累呀、啊！你对，费膝盖。来来来啊，驾！咦，下马，报名，苏护之子苏全孝。你父苏护举冀州而返，你劝劝吧。苏护狗贼，居然敢造反！我瞎了，我们整死你！我们一帮人，我整死你！你要不信，我喂你马，你信不信？你瞎了，下来干他们！大王，干他们！来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让你劝啊，没让你跟这扒拉事儿，你跟人挑衅什么呀？咱不攻城，咱是一头的，咱得他那救。再者说了，那对面那谁呀？谁呀？那苏护那是你爹，你跟你爹叫狗贼呀？来，狗贼，给我下碗面条呗，狗贼。我现在不是质子，我是您这头的，我不得。你就说戏里的词儿就很好表演吗？人家老师不都有范本了吗？什么词儿啊？就直接单膝跪地，冲着对面啊，父亲降了吧。就说这句就行了，很简单，但是要说出层次感和表演。你别让我发挥了，有什么事你就表演和层次感演出来。行，好，哎，大王，咱能不骑这马了吗？咱就直接开始吧，好不好？这马不好骑，好不容易上去了，好，来来报名，苏护之子苏全孝，你父苏护举冀州而返，你劝劝吧。你确定我要说这句吗？确定，跪好了说，层次递进。父亲，我就知道是这种结果。我怀疑你在给我下套。我没下，人家也是这么演的。人那个演员有这种说拍一半导演不行啊，他们占我便宜，我不愿意。那副导演给结账，走吧。你那有这样的吗？演员吗？我是个专业的演员，好。你的信念感在哪里啊？好，我的信念感好，来、啊，对不对？你刚才要不停，咱就直接接词过去了。这你又搭一回。这玩意儿你这不是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敬业一点是吧？父亲，降了吧！父亲，降了吧！大王，我离家八年，他们可能已经认不出我了。那些人不配做你的父亲。哪些人？哪些人？那个人？就其实吧，我跟你讲，他们这人里边吧，其实有好人。你问他们降不降，他们不降。你信不信？那边有一个大哥去、啊、喊的就是好，好啊，降了吧，好。大哥，那是好人。大哥，你再废话，我把胡萝卜塞你嘴里，信不信？刚才上一热搜，干嘛？你是你的问题，你赶紧过去亲亲你爹去，快去！刚才热搜上郭麒麟又亲爹了，曹阳也亲爹，去去！别废话，是你的问题，我这演的多投入啊！那哪个人？那个人。啊，行，来来来，这从我这儿接。啊，大王，我离家八年，他们已经认不出我了。哎，
那个人不配做你的父亲。哎，你是我的儿子。你，咱能别乐吗？你现在笑得非常猥琐，知道吗？不是，你要你怎么说的？我敬业一点，行不行？是可以，这战场的严肃一点。好好好，来，那个人不配做你的父亲。哎，你是我的儿子，你是我勇敢的儿子，你是我烧饼最勇敢的。我拿那当飞刀飞死你，你信不信？来来，你过来过来。干嘛呢？你别一上来给我来大窝脖啊！你是什么玩人是不是？哦啊，还说为了我，为了我评级给我来代表作。哦，我算听明白，就是玩我来地是不是？没有，真有这事儿，我没拿您开玩笑。好，观众他这是明眼人。哎，这样，这样啊，相声演出的时候咱是搭档，对，人都知道相声老传统，捧逗的词儿都得会。这样为了进入状态，咱俩换换，好不好？换，这回我来纣王，你来苏全孝，行吗，大伙儿？换一换，让你们过过瘾。来来来，快乐的时光很短暂，要跟大家说。来来，不行，就是岳老师已经等不了。你甭废话，不换换不换，赶紧换。小妹那活也赶紧换，快给我。你拿胡萝卜来。曹老师，曹老师，你我那词儿你不一定记得住，你。哎，你先等会儿，你这玩意儿怎么亮的？你让过过瘾。这有一个按钮。按钮。哎呦，还有声儿呢！哎呦，还能变色呢。老给我玩得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听好了，上吧。啊，喂，你等会儿下来，这怎么回事？不是，这本来他就这样的呀。你怎么没告诉我呀？你也没问我呀。我瞬间这就不像了，这个。行，无所谓了，来来来来来。正差点不在道具上，来来来，预备，驾！哎哎哎，回来！来来来来来，不是因为你有俩孩子了，你就不注意了是吧？是不是有点豁出去了？你不是这马，这马可能有点马扎的意思了。你这马就是卡当来的，对不对？不是这马干嘛呢？往哪儿跑呢？不是我这马，咱冲钱，冲钱。好好好，明白明白明白。马有点精，马有点精。哎，驾驾，吁，下马，报名。冀州城苏护之子苏全孝。下班了，回来就可以结束。把纣王弄死了，狐狸还没出来呢。纣王就梗了，在这儿就可以嘎在这儿了。怎么凭什么呀？你就嘎，别冲我，让你劝。啊，行行行，啊，我也说那，不用上马，直接说那句，大伙儿准备啊，临近十二点的福利马上就到，来啊，十二点多，快说快说。